大家好，我们的主题是玻璃物换气系统。我们的研究目的是从日常生活中着手做起节能减碳，做出一套居家自然换气系统，以降低空调的使用。我们的实验的原理，利用玻璃优良的透光性，使光线折射进入玻璃屋，转化成热能，而玻璃屋内的气体受热膨胀而密度下降，最终往上浮升。当气体排出后，玻璃屋成为了负压空间。为了达成平衡，玻璃屋吸入其他空间的气体，达到对流换气的效应。这个是我们实验原理的影片。大家可以看到，玻璃屋内的气体往上浮升。为了达成平衡，玻璃屋在其他空间吸入气体。我们的简报到此为止，谢谢大家。